以西结书第二十三章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有两个女人都是同一个母亲生的，她们在埃及行邪淫，在幼年的时候行了邪淫，在那里她们的胸被人抚摸，在那里她们处女的乳房被人抚弄。姐姐的名字是阿荷拉，妹妹的名字是阿荷利巴，她们都嫁了给我。” 并且生了儿女。论到他们的名字，阿赫拉就是撒玛利亚，阿赫利巴就是耶路撒冷。阿赫拉嫁了我以后，仍行邪淫，恋慕他的爱人，就是雅述的战士。他们穿着紫色衣服，是做总督和省长的。他们都是英俊的年轻人，是骑着马的骑兵。阿赫拉与这些雅述人中最美的男子行邪淫。 他因自己所猎慕的每一个人和这些人的偶像玷污了自己，他没有离弃在埃及时的淫乱。那时他年幼，人与他同睡，抚弄他处女的乳房，把他们的情欲发泄在他身上。因此，我把他交在他的爱人手里，就是他所猎慕的雅述人手里。这些人露出他的下体，掳去他的儿女，用刀杀了他。 使他在妇女中有了臭名，因为他们向他施行惩罚。他妹妹阿和利巴虽然看见了，却在自己情欲的事情上比姐姐更腐败。他的淫乱比姐姐的淫乱更甚。他贪恋亚述人，就是做总督和省长，穿着华美衣服的战士，骑着马的骑兵，全都是英俊的年轻人。我看见他被玷污了。 她们姐妹两人所行的路都是一样。阿和利巴又继续行营，他看见画在墙上的人像，就是用鲜红的颜料所画的加勒底人像。这些像的腰间束着腰带，头上有下垂的裹头巾，他们看来像官长有巴比伦人的样子。加勒底是他们出生之地。阿和利巴的眼一看见就恋慕他们。 派遣使者到加勒底去见他们，于是巴比伦人来上了他爱情的床，与他行营玷污了他。他被他们玷污以后，心就与他们疏远。他既然显露了他的淫行，露出了自己的下体，我的心就与他疏远，好像我的心从前与他姐姐疏远一样。他还加倍行淫，怀念他幼年在埃及地行淫的日子。 他恋慕他的情人，他们的下体像驴的下体，他们射精像马一样，这样你就可想你幼年时的淫荡，那时埃及人抚弄过你的乳房，抚摸你年幼时的胸，因此阿和利巴，主耶和华这样说：看哪、啊，我必激动你的爱人攻击你，就是你心所疏远的人，我必带他们来从四面攻击你。 他们就是巴比伦人、加勒底人、比哥人、舒雅人、哥雅人，与他们一起的还有亚述人。他们都是英俊的年轻人，是做总督和省长的，做长官和战士的，全部都是骑马的。他们必带着兵器、马车、战车和大队人来攻击你。他们要拿着大小盾牌，戴着头盔，从四面摆阵攻击你。 我要把审判的事交给他们，他们必按着自己的惯例来审判你。我必向你发泄我的妒愤，他们必以烈怒待你，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。你余下的人必倒在刀下，他们要掳去你的儿女。你余下的人必被火吞吃，他们必剥去你的衣服，夺去你华丽的事物。这样，我必使你的淫荡和你从埃及地沾染的淫乱离开你。 你的眼必不仰望他们，你也必不再怀念埃及，因为主耶和华这样说：看哪、啊，我必把你交在你所恨的人手里，就是交在你的心所疏远的人手里。他们必以憎恨待你，夺去你一切劳碌得来的，留下你赤身露体，你形影的下体，你的淫荡和淫乱都必显露出来。这些事要行在你身上。 因为你随从列国行营，被他们的偶像玷污了自己；你走了你姐姐所走的路，所以我必把她的杯交在你手里。主耶和华这样说：你必喝你姐姐所喝的杯，那杯又深又阔，容量甚大，必使你成为吃笑和讥讽的对象。你必酩酊大醉，充满愁苦，那是惊慌和荒凉的杯。 就是你姐姐撒玛利亚的杯，你要喝这杯，并且喝尽，然后把这杯摔成碎块，又抓伤自己的胸，因为这是我曾说过的，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。因此，主耶和华这样说：因为你忘记了我，把我丢在背后，所以你要担当你淫荡和淫乱的后果。耶和华又对我说：“人子啊。” 你要审判阿荷拉和阿荷利巴吗？你要把他们可憎的事向他们说明，因为他们行了奸淫，手中染血，与自己的偶像行奸淫。他们甚至使自己给我所生的儿女金火献给偶像做食物。此外，同一天他们还向我做了这事，就是玷污我的圣所，有亵渎我的安息日。他们宰杀了自己的儿女献给偶像。 同一天又进了我的圣所，把圣所亵渎，这就是他们在我殿中所行的。况且你们打发使者去请人从远方来，使者到了他们那里，他们就来了。为了他们，你们洗澡，替眼部化妆，佩戴珠宝，你们坐在华丽的床上，床前放置了一张桌子，把我的香料和膏油放在上面。 在那里有安逸无忧的群众发出喧哗的声音，有粗俗的人和酒徒从旷野而来，他们把手环戴在两个妇人的手上，把美丽的冠冕戴在他们头上。我论到这个因行淫而衰颓的妇人说：，现在让人与她行淫吧，因为她本来就是妓女。他们与她同睡，人怎样与妓女同睡？ 也怎样与阿荷拉和阿荷利巴那两个淫荡的妇人同睡？然而必有一人判他们受淫妇和流人血的妇人所受的刑罚，因为他们是淫妇，他们手中染血。因为主耶和华这样说：“我必使一大群人上来攻击他们，使他们惊慌，被人抢掠。这些人必用石头打他们，用刀剑砍他们，又杀戮他们的儿女。” 放火烧毁他们的房屋，这样我必使淫荡从这地止息，好叫所有的富人都受到警戒，不敢照着他们的淫荡而行。人要把你们行淫的报应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担当你们拜偶像的罪，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。